我现在在小红香路啊，今天到这边去吃一个我以前特别喜欢的大饼鸡柳啊，好长时间没吃了，还真的挺想这一口了。今天我打算再去试一下。到了啊，行，稍等一下啊。标准的吧？标准的。现在一套是多少钱了？标准的一套七块。七块。来辣是吧？啊，喝辣哈。要不要？这个是我的是吧？是的。嗯，吃辣椒吗？要一点。生菜、咸菜都要。都要。买完了，来看一下啊，它就是半张饼，然后加了鸡柳，一点生菜，然后一点那个咸菜。现在标准的一套是七块，我这一套就是标准的。它那个鸡柳是称重的，标准好像是四两还是多少啊？来一口啊，闻着好香啊。太辣口了，哎呀，掉了一根了，来一口啊，他们家的鸡柳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，都是自己弄的，自己买那个鸡胸，然后切丝，然后自己腌制，自己裹那个面包糠，效果炸的，不是买那种现成的，一天要用好几盆呢、啊。他们家其实早几年的时候我经常吃啊，那会一套好像是标准的、啊、是四块还是五块啊。当然了、啊、你如果喜欢吃多一点的话可以多加一点鸡柳啊。好硬啊。我个人就是觉得真的，天津的大饼不管是加鸡排啊、加鸡柳啊，甚至加土豆丝什么的，真的非常好吃啊！这也算是天津的一个特色早点，真的相当不错啊。